《秦帝国》第三部，《金戈铁马》第八章，《幽烟雷霆》。幕府大厅的军灯熄了，只有隐秘的军令室依然亮着灯光。卸去甲胄的乐毅与巨星正带着酒后的亢奋，面色涨红的啜着浓眼的煮茶，兴致勃勃的谈笑着。当年两人同时入燕，那时的燕国。 还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。疏忽二十三年，以攻齐大胜为标志，两人都算是功成名就了，如何不感慨万端？虽则如此，两人毕竟是明锐深沉之士，只是兴致勃勃地任意评点着入齐见闻，一句张扬之词也没有。说得一时，巨心突兀低声问：“燕王散齐军财货于秦赵。” 是否太迂阔了？乐毅大笑一阵，连连摇头。原是巨凶把的推戏，却非燕王迂阔也。战场之力与偌大齐国却是几何？一座临淄城抵得整个燕国，况乎七十余城之富庶财货？燕王之志，岂在区区战场之力事也？乐兄是说？ 燕王要夺整个齐国，巨心骤然一个机灵。巨兄以为不是，你也如此谋划吗？巨兄以为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巨心砰砰敲着作案。齐国广袤富庶，民风好武强悍，成军潜力极是深厚，若孤军深入。 一旦受阻，悔之晚矣。上上之策是趁战胜余威，夺取与燕国接壤的城堡关隘，并渔猎水面，将齐国疆域压缩到吉水之东，使燕国变成实实在在之天下大国。巨凶之策，却非审时度势了。乐毅淡淡一笑，寻常作战。 夺取接壤城池土地，自是正途。然则今日齐国情势却大为异常，非寻常可比。其一，齐国自绝于天下，没有他国救援；其二，齐王暴虐乖戾，人心尽失；其三，齐国六十余万大军一朝覆灭，举国震恐，人心弥散。由此者三，若不能见机力尽。 便是拘泥太甚。若沿边地逐一夺城，齐国凡有喘息之机；若齐人再拥立一个新王，对齐闵王暴政改弦更张，燕国便会永远失去一个天赐良机。巨心蓦然一震，突然压低声音：“楚国十万大军，可是在我背后。” 举兄，若楚国真心救齐，又何待今日？乐毅目光炯炯。战国之事，一个丧失了抵抗力的大国，能等来的只会是落井下石。所谓唇亡齿寒，雪中送炭，必是利害关联之时，绝非掩奄,奄待毙之际。捉齿隐而不发，只能是在等待。 另一个时机，另一个时机，巨心惊讶了。岳兄进军齐国，卓尺会有阴谋？说不清楚。乐毅一笑，只要不与我为敌，任他如何盘算了。巨心默然良久，喟然一叹：邦交相争。 原只有赤裸裸厉害也，尽是赤裸裸也好，只怕未必总是赤裸裸也。月义笑了，岳兄，好自为之。直说到五更刁斗打响，方见朦胧曙光，两人顿时一起软在草席上，大放鼾声。 待军务司马赶来，两人已抵足倒地，沉沉酣睡了。三日之后，二十万燕国大军从驻科出发了，十万辽东飞骑左右两翼，十万步军居中，大型工程器械全部揭掉了扇盖篷布，威势赫赫的排在队伍之中，不疾不徐地向临淄浩浩推进。 汲水之东，原是齐国最丰腴富庶之地，官道宽阔，村稠密布。短短二百余里之间，伫立着三十余座城堡，占了齐国七十余城的将近一半。时当五月初旬，正是芒种节气。芒种者，既是有芒的黍谷季夏种之时节，又是有芒的大麦、小麦收割的时节。 农夫们大忙之时，偏偏也是酷暑炎夏即将来临的大热天气，这便是芒种火烧天。按照齐国的独特节令，这时节叫做中影，但不管如何叫法，农家芒种芒收却都是铁定的。寻常年月，这片辽阔富庶的丘陵平原上，此时正是农人遍野、牛车与商旅争道的繁忙日子。 一切扰民的徭役征发与官府政事都会自行终止，更没有哪个国家会在这与天争食的要命关头打仗。然则，今年却是不同。开春以来，联军攻齐，百姓们还真是没有太在意。不管齐王如何暴虐施政，齐国的六十多万大军却是实在的。六十多万打不过四十多万，这是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。 及至连续两次大败，六十余万大军竟在一个月中灰飞烟灭，庶民百姓顿时懵了，懵懂之中弥漫出一种深深的恐惧。往昔的齐国已经不在，强大富庶早已经被这个齐王葬送了。于是，宽缓阔达、多智好议论的齐国人骤然紧张了。 一边大骂昏君误国，一边惶惶不安地蜂拥出逃了。历来两国交兵，寻常百姓等闲是不逃的，逃跑的只是富庶大族而已。可这是燕军杀来，谁敢不逃？当年齐军入燕，将继城几乎屠戮一空，除了辽东，燕国的精壮男子大多被当作俘虏，押到齐国做了苦役。 更有甚者，燕国本来就穷得叮当，那点可怜的财货、粮食、皮张，也都被齐军用几千辆牛车，咣当咣当的运到了临淄大市，卖了充作军赏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如今燕国翻了过来，能对齐国人留情吗？穷人虽没有多少财货可抢，可被抓作苦役、埋骨他乡，也是谁都害怕的。 四十三万大军被全部斩杀的消息一传开，齐国老百姓便认定燕国辽东大军要杀光齐人了，恐慌像瘟疫般弥漫了朝野山乡。在达子率二十三万大军第二次迎战的时候，居住在田野村畴的农人们已经纷纷逃往大小城堡，稍微富庶者一律逃往临淄，毕竟。 邦国都城是一国命脉，国府定要全力防守。燕军再厉害，还能攻下临淄？于是，燕国大军东进之时，原野一片萧瑟，无垠的麦浪翻滚着金色的长波，空旷的村畴一片沉寂，没有袅袅炊烟，没有鸡鸣狗吠。六丈多宽的林荫大道上，没有一人一车。 只有成群的鸟雀遮天蔽日的掠过原野，扑入麦田，叽叽喳喳的肆意蹂躏着无边无际的蜂卧原野，在空旷冷清中弥漫出一种紧张、恐惧与仇恨交织的怪诞。这支隆隆推进的大军也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。斥候总领飞马禀报，上将军。 其人几乎逃光，村畴皆空。下令全军。一直凝视原野的乐毅断然道：“军马不得入田入村，不得捡拾道边遗弃财货，违令者立斩不赦。”嗨，总领一声答应，率几名军力飞马出了大队。秦开马鞭摇摇一指，沿途城池颇多。 若不拿下，我军背后隐患也。无得理睬。乐毅长剑一指前方，改长行为兼程急进，直压临淄。嗨，秦开大势振奋，打马一边向前军飞去。次日黄昏，燕军隆隆开到临淄城下，二十万大军分作三大营，围住了西北南三面。 唯留东门做了缺口。临淄是天下大都，也是齐国财富聚集之地。只要齐军弃城突围，乐毅决意任其而去，不在城下截杀。这是乐毅用了“为师必阙”这个老战法，指三面包围临淄。大军扎定，乐毅与秦开、齐杰一起登上了西营的云车。 遥遥望去，但见临淄城头遍布旌旗、弓弩、甲士，密密麻麻，站满了女强垛口。秦开道：“看来有一场恶战。”齐杰本是辽东猛士，狠狠骂道：“鸟，恶战才痛快！不杀光齐人，能叫复仇吗？”乐毅向四面郊野凝望良久，方才回头。齐军。 虚张声势，林淄一战可下。虚张声势，秦开大是困惑。都城被困，能不全力抵抗？林淄情势大非寻常，二位察觉不出吗？乐毅笑着问了一句。齐杰瞪圆了一双大眼。上将军但说便是，我只管猛冲猛打。 守城必守野，此乃战法之要。乐毅意志西方。临淄西部第一道屏障是吉水天险，第二道屏障是驻柯要塞与周围山隘，最后一道屏障是来时路过的那座鱼林要塞。齐国历来战事都在吉水之西，为的是使临淄远离战火。若齐国决意死守临淄， 鱼陵要塞外必有拦截大军，至少壕沟成河之外的山丘当有外围营垒。而今四野不守，要塞无防，只这孤城一座，能有几多兵马？秦开一叹：“齐人如此怯懦，妄称尚无大国也。”目下齐国情势。 与庶民百姓无关。乐毅凝望着临淄城头，百姓纵想守城，也许得有个主心骨才是。官府溃散，商旅逃亡，士子隐居，谁来收拾这一盘散沙？我军只要无犯庶民，齐国将化入大烟无疑。慢工稳火，推使憋气。 齐杰黑着脸嘟哝了一句：“为大将者，不能意气用事。”乐毅沉着脸道：“传令全军，临淄城破之时，大军驻扎城外，只许清点府库之军力与辎重营牛车大队进入，违令者杀无赦。”嗨，两员大将齐齐应了一声。次日清晨。 燕国大军在城下三面列阵，朝阳霞光之下，万千弓弩整齐排开，云梯、撞车、壕桥等大型器械列在一个个攻城方阵之前，阵势分外壮阔。一旦战鼓雷鸣，便要山呼海啸般猛攻。此时，一辆与城墙等高的云车隆隆推进到城下一箭之外。乐毅身披大红斗篷。 站在云车顶端的望楼上，一拱手高，高声道：“临淄将士们，我是燕国上将军乐毅，你等但能下城降燕，一律赐金还乡；若执意一战，玉石俱焚，身败名裂。”唯闻旌旗猎猎，城头一排排紫色甲士，石俑一般，了无声息。 乐毅略一愣怔，手中令旗终是劈下，擂鼓攻城。骤然之间，三十六面牛皮战鼓隆隆大起，直是沉雷动地。几乎同时，城下万箭齐发，杀声震天。一个个千人方阵推着大型器械隆隆向前，撞车惊雷般猛撞城门。 片刻间，万千军士洪水般卷上了雄郡城墙，几乎不到半个时辰，临淄城便被红色浪潮淹没了。三门大开，燕军呼啸而入。禀报上将军，中军司马气喘吁吁：“临淄无兵防守，一座空城。”乐毅一惊，快马传令，齐结部。 撤出城外，秦开部入城。中军司马刚刚离开，乐毅将城外大军交给副将掌控，飞身上马向临淄西门而来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大都临淄竟是一座空城。王城空空如也，军兵没有了，商人与富户也没有了。 没有逃走的老弱病残，也都是关门闭户。清风过巷无人迹，满城一片萧疏悲凉。乐毅带着两个百人队进了王宫，清理查看了所有宫殿，询问了几个躲藏在假山中的老病内侍，才知道齐闵王君臣已经在三日之前就逃走了。 乐毅立即下令大军撤出临淄，在城外驻扎，只留一万步军留城守护王宫与几处府库。暮色时分，乐毅出城回到幕府，立即急书捷报，飞骑直送蓟城。次日清晨，乐毅在幕府大厅聚集众将，发下五道将令，将全部燕军分作五路，向齐国腹地全面追击残军，夺取城池。 第一路秦开所部四万，渡胶水，直取胶东诸城；第二路齐杰所部四万，寻泰山东进，直取沂水诸城与琅琊郡；第三路右军三万，直进齐国西北，夺济水两岸城池；第四路左军三万，沿北海东进，夺取北部沿海城池。 第五路中军六万，乐毅亲自率领，从临淄居中东进，直抵东海。就在各路大军陆续出发之时，继承王使飞车赶到，传下王令：燕王要侵入齐地，犒赏大军。乐毅思忖一番，命其余四路大军立即进发，自领中军在临淄等候燕王。等候期间，乐毅亲自督导。 将临淄的九座王室府库打开，除了部分粮食、布匹分发救济城中奇人，其余财货全数运回燕国。临淄城内的遗留车辆与燕军原有牛车共数千辆，浩浩荡荡的穿梭运送财货、粮食，并各种珍宝，尤其是盐铁两项，点滴也没有留下。大体就绪之日。 燕昭王车驾堪堪到来，乐毅迎出三十里，在拱卫临淄的鱼林要塞外，终于看见了飞驰而来的王车仪仗。打马一边，乐毅在林荫大道间迎了上去。上将军，王车上遥遥传来燕昭王熟悉的声音：“臣乐毅参见我王。”车队仪仗林林停住。 燕昭王利落下车，大笑着快步过来，扶住了躬身参拜的乐毅。半年不见，上将军想杀我也？看，黑了，瘦了，大胡子更长了。陈毅思念我王，乐毅笑着，黑瘦不打紧，铁打一般。打量一眼燕昭王，心中不禁一沉。我王太得疲惫。 两鬓白发了，不打紧，不打紧。燕昭王连连摆手，燕国有此等气象，一头白发又有何妨？走，同车说话。说罢，拉着乐毅登上了宽大的王车。到得临淄外大营，燕昭王立即颁赐王酒，大宴将士，当场下书封乐毅为昌国君。 赐继城封地百里，兼领昌国城万户，其余有功将士尽皆层层封赏，并飞马传书，已经东晋的四路大军知晓。一时间，全军振奋，遍野欢呼“燕王万岁”的声浪淹没了临淄郊野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。 幽烟雷霆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。下一期。再见